是杜云峰，商业摄影师，从业12年。我觉得商业摄影就是给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拍摄解决方案，从前期策划到团队搭配，再到现场调度和后期修图完稿，都需要摄影师全局统筹。这是作为商业摄影师最核心的价值。我从2016年开始和富士胶片合作，使用富士中画幅相机创作拍摄。我是王宇飞，加拿大水鬼电影工作室摄影师，主要拍摄电影、纪录片和商业广告，从业10年。电影、纪录片和商业广告是拍摄不同功能的动态影像。如果说图片摄影是捕捉决定性的瞬间，那动态影像摄影则是通过影像的方式诠释这一瞬间的发生过程。我从2015年底开始在加拿大落基山脉为富士胶片的新的相机产品创作视频广告。今天我们拍摄的主题是色彩的撞击和韵律的表达，也是图片和动态摄影的一次主题碰撞。色彩撞击的主题想表达多种颜色与动静碰撞产生的视觉想象空间，用泼出去的彩色粉末和涂料形成意想不到的瞬间形态，与人物主体产生动静间强烈反差和无限张力。彩妆通过模特脸部立体的轮廓线条展现不同颜色的强烈反差和质感。现场我们运用了大量的高速摄影、图片摄影的高速连拍和高速闪光投入，视频领域的升格拍摄都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今天我们使用布朗灯光系统，用雷达罩和 Para 保持模特妆面的通透和色彩，用 Para 为主光，保证涂料细腻的光泽和阴影立体的过渡，同时两只辅灯勾勒涂料轮廓。今天的主题让摄影棚充满了大量的粉尘和喷溅的彩色浆液，机身的三防设计让我随心所欲的无限贴近主体，捕捉最真实的色彩，最生动的画面细节。韵律主题体现芭蕾舞演员的优美形体线条，使用逆光布光勾勒主体轮廓，彩色粉末配合舞蹈，在动作发力的瞬间定格散射的粉末，形成强烈冲击的视觉效果。X-H1 饱满的握感，多项翻转屏设计，触屏反馈迅速，一目了然的肩屏让摄影师可以迅速的进入工作状态。同时机身小巧轻便，具有强大的电影摄影套件兼容性，与目前航拍设备对接良好， 4K HDMI 信号输出，机内支持弱无损信号录制。光绘结合芭蕾舞蹈动作是韵律主题的另一设计，达到与众不同的律动视觉美感，以光影的变化延伸出灵动的优美曲线。 X-H1 的高感能力结合富士电影胶片色彩模拟以及富士的 F-Log， 肤色还原自然，暗部层次细腻，过渡柔和。 X-H1 很像 GFX50S 的缩小版，功能设计布局基本一致，大小重量轻巧便携，色彩还原一贯保持富士的精彩表现。